同样的衣衫，同样的笑颜，和你手拉手转圈圈。品尝着爱情的甘甜，点起了我的脚尖，亲吻鲜花和誓言，月亮轻轻照耀，只想陪你一起看，胸口给的心安，拥抱给的温暖，可不可以约定到永远。说吧，把我叫来什么事儿？我已经把所有酒吧的会员卡都退掉了。行，第二项。我现在就拉黑他们。再见了，娜娜。再见了，娇娇。再见了 ，baby。我会想。我不会想你们的。再见。那都删了，我信你。不过以后再让我发现你手机有不该出现的东西，你懂？我懂，我懂。继续吧。我江少凯今生只喜欢洛小溪，立此为誓，如果移情别恋，天打雷劈，断子绝孙。那我发了。你不会只设置我一人可见吧？绝对不会。小溪，你让我做的三考验我都做到了，可以了吧？表现不错吗？走，喝个小酒去。啊，不好吧，大白天的。你去不去？去。走，那么多废话。解除作品与劳动合同协议书。轩轩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你年轻人做事要沉稳，你可不能这么急躁啊。这个就当我没看见，你赶紧拿回去啊，赶紧拿回去。社长，你就别后来这套了。哎，行，再考虑考虑啊。那毕竟你在咱们文学网都这么多年了啊，咱们的合作这多么的愉快呀。有什么用？人家苏简安是大老板的夫人。社长您就别说了。哎呀，这是两码事儿吗？玄玄啊，你这文学创作那讲究的是百家争鸣，百花齐放嘛。一山不容二虎，除非一公一母，有苏简安在，哪有我的出头之日啊？你真的要走啊？啊，你就不念咱们多年的情分了？合同在这儿，等您签字，违约金我一分都不会少给你。明天我就让人来取。哎，雪雪。社长，明天我想请一天假。啊，知道了。社长，是玄玄姐要解约吗？她不是写的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就……哎，多年栽培，那却给别人当了嫁衣，这十有八九是那春江文学网的暴走，啊？现在陆太太也不更新了，玄玄又走了，咱们文学网女频的优势看来不保了。哎，小雅，
你不会也离我而去吧？社长人很好啊，我干嘛要走？下雨加薪，下雨加薪啊！谢谢社长。怎么了？没事。你现在写怎么样了？还要几天呢，我想一次性的把这个新的小说更新完，然后做一个爆炸的效果。我觉得是个好想法，到时候再配合文学网的全站推广，楼宇、汽车、地面广告，做一套整合营销，效果肯定更好。博言，我想用好的内容去吸引读者，如果读者们喜欢的话，自然会口口相传啊，而不用去打广告或者是买流量。我也想看看读者们真实的反馈。读者的真实反馈？对啊，想看看哪里写的不够好，然后再努力的改进。那我之前给你想的桥段够发糖吗？读者们会不会觉得太老套太重复了？那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呀？累了的话不如早点休息。喂，你干嘛？我还没有写完呢。明早我们一起来找灵感吧。这也太甜了吧！哎，陆总，我们要不要帮嫂子推广一波啊？简安说过，他想靠自己的努力。不过我想，小说正式上线之后，做口碑营销传播一下，还是可以的。明白。更新了，
简老师，今天方便过来一趟吗？我这就过去啊。恭喜简安！恭喜！社长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陆太太，你看你，也不多休息两天，你就这么着急更新小说啊？啊，你跟你先生简直一模一样，那太敬业了也。社长，您还是叫我简安好了，这样听上去比较舒服。好好好好，简安，简安，简安姐。你的小说一更新就冲到女评榜第一，你真厉害。下面我正式宣布，苏简安正式晋级为咱们文学网的白金大臣。哦，谢谢社长，谢谢大家。简安老师，我记得出版小说是你一直以来的目标吧？对啊。按公司的标准，我们可以开始预定小说了，只要2周内那预定量超过10万册，您就可以正式出版您的实体小说了。要10万册的预定啊？哎呀，钱老师您多虑了，你的小说点击量那现在都快破亿了，那10万册对你来说三随呀。啊，奥特星人，你在吗？在，王总。我的小说终于有机会出版了。这是好事啊，你努力了这么多年都是应得的。可是按照公司规定要达到10万册的预订量，我这心里总感觉没谱。自信点，你现在可是女评榜第一的作者，没问题的。真的吗？当然，别忘了你还有怪兽联盟的怪兽们呢，现在每天都有很多人申请，10个超级 Q 群都满了，我都要忙不过来了。哇，怪兽联盟1到10群。谢谢你一直支持我，还帮我维护怪兽联盟。谢什么，只要你能继续发狗粮我们就很开心了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的小说马上就要开始预定了，要是2周之内能够突破10万册，我就可以出版了。我觉得这没难度，我老婆肯定行的。鲍总，就苏简安那文笔，他居然还好意思出版小说。就是啊，凭什么呀？他跟你没法比。小月，你在我心中，你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这个就言情女王，真的。鲍总，你可得帮帮我，好了啊。哎呀，璇璇呐，有什么事儿，我能帮你，尽管说啊。按陶然文学网的出版标准是10万册预定，我要和苏简安同时预售，想出书，没那么容易。你看，言情女王陈璇璇新作《王爷的落跑宠妃》以及小怪兽苏简安的小说《陆少的暖婚新妻》两部小说将会在同一天进行预售。言情女王与甜宠新锐的对决，两人究竟谁会笑到最后呢？敬请关注我们的后续报道。你说这个陈璇璇太让我失望了，都怪我管教无方，你说这人走了还老给您添麻烦，现在居然还要开启什么同档区预定，那太放肆了。哎呀，社长，其实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，不用管他的。那你是不知道啊，啊，那他听说还请了什么国内著名的设计师去帮他设计封面造势，还进行了什么什么好多捆绑促销活动，这不是摆了明要跟咱们争读者预定量吗？哎呀，不至于吧。你不用担心啊，
这件事情我们会想办法，我陶然文学网愿与您共存亡。社长，你这也太夸张了，我相信读者会喜欢更好的作品，不用弄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。现在的社会啊，那是好酒也怕巷子深，到时候我让江少凯全权负责你小说的宣传工作。哎，他人呢？啊，他呀，说是前两天喝了顿小酒，喝猛了，把腰给扭了，他明天就来上班。哎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啊，社长，要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啊，好，好。那咱们随时保持联系，共存，共存，共存。拜拜。共存，共存，共存亡啊！简安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小说宣传的事情。你该不会是在担心陈学学那边吧？这倒不是，我看了他的作品，我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。嗯，不过我在想，第一本小说应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比如？比如我们一块设计这本小说的封面。这样，就是专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了。对，那我去准备一下啊。自己设计确实比请人设计有意义多了。是的，我们在悄悄上演，小说里甜蜜情节。吻我的脸，靠在你的肩，品尝着爱情的甘甜。点熄了我的交接，亲吻鲜花和誓言。我宣布，陆少的暖婚新期正式开始预售。我们今天将全网监控预售情况，请看大屏幕。现在备受关注的小怪兽苏简安的陆少，以及言情女王陈玄玄的王爷，两部同类的甜宠小说已经是同步开启预售了，其背后的两家网站可谓是各出奇招，线上线下两部小说的宣传竞争如火如荼。据都市早报报道，陈玄玄的王爷联动了知名电饭煲品牌，打出了吃糖要甜，吃米要香的宣传口号。随着促销活动开展，陈玄玄新书《王爷》的预订量迅速拉高。反观陆少这边，刚刚发布了最新的宣传视频。没错，封面是我和简安一起设计的。那两位可以给我们现场演绎一下封面的动作设计吗？陆博言果然亲自为娇妻助阵，接受采访时更是突撒狗粮，甜到爆炸。虽然王爷使出浑身解数，但这预订量好像完全无法与拥有良好读者口碑的陆少相比。现在陆少突破了50,000大关，将陈玄玄远远超越。简安，不用谢我。以简安现在的水平和读者口碑，陈玄玄肯定比不上的。按照现在的趋势来看，最晚后天肯定能突破100,000册。但我得提前恭喜简安老师了啊，咱们也开始提前准备实体书的印制吧。啊，哎，各位别急，
我们还有大招。最新消息，《出师丽人》全国各大门店展开了预定陆少的暖婚新期享内衣五折的大促销活动。这是要破文学网记录的节奏啊！这是《苏氏丽人》亲自为小说制定的捆绑销售活动，接下来有请苏总。哇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惊喜不惊喜？意外不意外啊，闺女？你这个是什么内衣捆绑营销啊？不懂，我闺女第一本小说那必须大获全胜啊！不用谢我啊。你赶紧给我撤了。为什么呀？这效果这么好，我还准备持续一个月呢。什么？一个月？我说你这个就是趁火打劫，你是不是想借着我的小说来卖你的内衣啊？没有的事啊，告诉你，这个点子我是想了一夜呀。简安，爸呢也是一片好心。爸，我就替简安谢谢你了。还是我的女婿懂我啊。鲍总，你再给我追加宣传费。璇璇，现在的情况你也很清楚，我真的是无能为力。康总，韩小姐已经回到陶然市了，电影之后的宣传配合工作我已经和她沟通好了。好，宋宇，在剧组这段时间你辛苦了。康总，您这说的是哪里的话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宋宇，做人做事要无愧于心，哪些事儿该做，哪些事儿不该做，你要懂得分辨。对不起康总，我知道错了。知错就好。姐，你回来啦。月月，苏简安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没？听说苏简安要出版小说了，还和另一个作者在打什么擂台。哦，陆总还亲自和他一起画了小说封面。陈璇璇，便宜你了。所有人都有光明而自由的未来。哼，苏简，看来你得罪的人还不少，那就不要怪我了。苏简安婚内劈腿出品人康瑞成，两人深情对剧本，视频实锤。苏雨露感情早已破裂，甜蜜人设只为炒作。陆少天宠骗局万人推定。邓小新，起床了。都几点了还在睡。哎，早餐都变午餐了，起床。简安的小说今天应该已经突破10万册了吧，我来看一下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一大早吵什么吵啊？你看，简安的小说被推定了啊。未来
都有光明而自由的未来。我可以出来证明简言是清白的。我当时是在跟康总对戏啊，而且从这个角度看，我觉得应该是韩若曦偷拍的。现在的舆论对简言的形象十分的不利，你们看退订的人数还在增加，嗯，距离出版的目标越来越远。闭上你的乌鸦嘴。其实我可以发表一篇声明去澄清的，只是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一份单方面声明意义不大呀，而且水会被越搅越浑。韩若曦这个心机婊，气死我了。而且啊简言，现在我觉得已经不是够不够出版预定量的问题了，陆总那边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？那我去找一趟博远。嗯，康总，康总，苏老师他怎么了？未来，所有人都有光明而自由的未来。陆总，已经在联系媒体删除视频了，但嫂子小说的口碑却很难控制了。以目前的情况来说的话，澄清的意义不大。您的意思是，想联系康瑞成？以现在的情况，必须要三方共同澄清，才能减轻负面舆论，减缓推定。博言，你没有误会什么吧？嗯，是有点不高兴。当时的情况是，我的智商还没下线。这很明显是你们在对剧本的时候被偷拍的。我在想，应该是韩若曦做的。谢谢你啊，简安，不用担心，事情总有办法解决的。康总，苏老师，陆总，你是为简安的事情来的吧？嗯。康总，这件事情是因你而起的，我觉得你理应承担起所有责任。的确，这件事发生在我的剧组里，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所以过来向陆总还有苏老师道歉。所以你要怎么处理呢？我建议我们三个人共同出面澄清，才能将流言蜚语制止，以正视听。谢谢你啊康总。不用谢，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事。那拍视频的人你想怎么处置呢？如果二位能够相信我的话，并愿意给韩若曦一个改过的机会，我愿意单独跟韩小姐交代此事，若有再犯，我瑞金集团也容不得品行不良的艺人。那就封杀吧。既然我太太不想追究这件事，那这事儿就算了。那么明天公司见吧。谢谢陆总，苏老师，明天见。康总，您对网络上出现这样的视频作何解释？网上流传的视频，事发是在电影拍摄期间，
截取的是一段我和苏老师对剧本时候的状态，所以我今天特地带来了剧本，稍后供大家查看。同时大家可以等电影上映之后看到这场戏的桥段，所以网上的传言并非属实。苏老师是我十分尊重的人，也是十分优秀的编剧和小说家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一个真相，还读者们一个真相。苏小姐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嗯，是的，康总一直都是我非常尊重的合作伙伴，所以网上的流言都是造谣。苏小姐，这件事情会不会对您和陆总的感情造成影响呢？我跟我老公的感情一直都很好，他非常的支持我，而且给我很大的空间，谢谢你老公。陆总，那您会如何处理这件事？那些偷拍和散布谣言，还有损害我妻子声誉的人，我一定会查到底。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麻烦各位如实报道。我还有问题。苏小姐，您身为陆总的妻子，明知道两家是竞争关系，为什么还要去康总的剧组呢？首先，我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。其次，我跟康总在一些理念上非常的契合，很多问题都能够一拍即合，所以我们的合作非常的愉快。那照您这么说，您和康总是属于灵魂伴侣的关系了。那陆总呢？康总，您明知道苏小姐是陆总的妻子，还深夜与她对戏，惹人非议，您难道不知道有个词叫做避嫌吗？陆总，苏小姐去康总剧组，孤男寡女深夜对戏，您又作何感想？什么的？请问你哪家的？多少大人的外套，只想找到你依靠，借我孩子的笑。Yeah, 对你我没有做不到，多远只要你说需要，出现就下一秒。你剧本的初稿，我温柔的圈套，怎样你才能收到心动的讯号？我不懂你骄傲，只想要对你好。偶尔的吵吵闹闹，隔夜还有笑。你剧本的忠告，适合我一起老，警告所有的烦恼，别来凑热闹。谁能代表想对你一起好，耳边的唠唠叨叨，只需你来找。